陈子越，我要活捉你！ 快放下来！快放下来！蔡大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。当过几门的山，就到虎口镇了。那里有我们的联络站，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找医生给你治疗。还是别管我了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不行，不行啊！鬼子来了，快走！快走！你们快走吧！走了，怎么行？你们先走，我去开他们。快走，走，走！ 休息一下，快走，快点，来。
蔡大哥，喝口水吧。我们还有几颗子弹？没子弹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颗手榴弹。 继续看看。他们一定在里面。里面的人，给我出来！有人来了。这样吧，你们赶快想办法从后面突围出去，到我这找白老大汇合，我来掩护你们。不行，给我，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少废话，快走！快！快！蔡大哥！ 蔡大哥，蔡大哥，蔡大哥！恒年，老子在这里，来吧！就你一个，还不够我杀的！小泽，你让开。